哎，看到一个，今天是2020年10月3号下午的美国西岸下午的4点半。那看到川普呢，半个小时以前呢，38分钟之前呢，是发了一个视频出来，大概的意思呢，这个就是我很好，这个大家呢需要这个积极配合这个工作，跟这一条视频推特差不多啊。我们伟大的祖国呢需要这个 second similar， 就这个纾困，它的刺激，就这个 similar 那个。这个词，就 work together， 就让大家呢一起完成。这是不是让大家这个响应这个第二次的刺激计划？是让我们领钱这个意思对吧？发钱给你了，你来领吧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就他还说了这个，我6个小时以前说了他这个，他现在体会到医院工作人员的这个辛苦是怎么样的，这个抗击这次疫情啊 ，I'm great， 我很好。以上呢是这个川普今天的所有的报道，谢谢大家。